我们今天主要是要体验创造力的部分吗？我觉得这个小孩会很喜欢的、如果家里有那些比较光滑的瓷砖啊、玻璃啊，或者都可以画。我画好了，我把熊画成猪了。今天要做的是宇宙星球灯。宇宙星球灯，有人会做一个拉花。有爱心，这样就有爱心了。一二三，拿起来，就完成了。好漂亮！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